这个什么排序法，搞了7、8个，然后卡关卡了2个礼拜还读不完，到底为什么还到现在还在读书，把自己搞这么累哈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攀上了枝头，却成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总是无依无靠。没事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？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？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不好？世界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，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也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